家好，我是君妮文文轩，谢谢大家对不要不要的支持，然后在 YouTube 上面的点播率已经冲破300多万次了，感谢大家，真的就是这次 MV 大家拍得很开心，然后也带给大家很多欢乐。那在新的一年里呢，我们还特别请了漫画家李龙杰大师画了不要不要 Remix 的漫画版哦。今天就是 Today会在滚石唱片的粉丝专页还有 YouTube 上面首播，当然呢还有为了要庆祝那个不要不要 Remix 漫画版本的首播，今天我要特别就是准备那个小礼物送给大家，可是这个小礼物要让大家有什么办法才能得到呢？大家听好哦，就是呢只要在你的脸书看了那个不要不要的 Remix 漫画版之后呢，然后在那个贴文底下按赞，然后再留言写下你的那个感想，还有就是并且转贴到你的自己的涂鸦墙，这样子呢就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我精心挑选的礼物。好，那我精心挑选的礼物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不要不要五个小头，不要不要乱七八糟，没有错，就会是这两只非常非常可爱的那个企鹅玩偶。那但是呢，礼物只有准备了两个，只有两位幸运儿可以得到。那截止的时间日期是在2月22号下午两点哦，好不好？那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赶快转贴，然后让我们看到你的留言，跟让我们看到那两个幸运儿，赶快拿到这本书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君妮卓文萱。首先呢，还是要在这边谢谢大家对于不要不要的这支音乐的你带的支持，然后在 YouTube。